哥妹妹有意思。嗯，这样错了吧？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3:07，第二个小时，星期三的周三告解室。嗨，你好，我是欧马克，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匿名告解，不用告诉我们你是谁，只要诚心诚意的忏悔，说我有罪。0223639955，23639955，反省你所犯下的罪，埋藏在心中的小秘密。我有罪。Soft skin, red lips, so kissable. Hard to resist, so touchable. Too good to deny it. Ain't no big deal, it's innocent. I kissed a girl.今天的歌曲是来自于 Katy Perry， 这首歌叫做 I Kissed a Girl， 亲了一个女孩，然后呢她又觉得有点 guilty pleasure， 有罪恶感啊， feel so wrong， 觉得很错，但又 feel so right， 又觉得很好啊。你有过这样的告解吗？但我们的告解是要正式的告解，而不是那种啊、哦、我做了一个什么错啊，但其实实际上是有点炫耀那种，那就那就不是真诚的告解了，你知道吗？今天的歌曲来自 Avril Lavigne， 这首歌叫做 Hot。 你已经开始准备好要迎接夏天的来临了吗？今天全台各地应该都是个好天气吧，出了太阳啦。02-2363-9955 打电话进来匿名告解，或是呢加入马克玛丽的 Telegram 群组，在这个 Dear Marcy 马克玛丽 Chat 当中呢，有一位来自于
我是不是不应该讲他来自于哪里啊？就是好像对他都不是一个太安全的方式。然后有一位来自于中国的网民啊，也在我们 Telegram 群组当中，他的告解是：我有罪，我总是有反共的思想，我不爱国不爱党。真的是要小心啊！不过还好，我们的群组里面是就是封闭群组，但你也很难知道，就是是不是有人混在其中。You never know, right? 在群组当中呢，有人告诉我我要告解，所以我上个小时在讲金曲奖的入围的时候，我说你 love 的人有在榜单上吗？为了要用晶晶体而告解，我有罪。0223639955，嗨，你好。喂。嗨，你啊，没有，你有罪吗？哇，直接挂断。我希望你。对不起，我有罪。奇怪，你没欠他债，付出一切也放不进他口袋。你不要有心人的爱戴，只有他的敷衍才好算关怀。不应该又想活该，不懂计算才能够投入恋爱，回报只剩拥抱，只是买和买。不爱不错又太无奈，眼看你空虚笑着这等等人选择只是病态，感性的灰烬成了无敌的大海。你脸色一时黑一时白一时红，转变得真快，你却跟爱情愈战愈败，把你的错开始不坏。 Hello， 你好。你好。你有罪吗？有。你的罪是？就是那个跟一个同我有男友，嗯，但是可能12年前有暧昧过的同学，嗯，然后他主办了同学会，嗯，然后他就在同学会上大讲他对婚姻的类似一种，他不知道要不要进婚姻这样子，啊，那个局就是。大约10年没见的那种剧，然后就很明显，他就是还喜，意思是说他还喜，就是有那种一直就是看着我这样子，然后我就很莫名的点头了，就是可能我们两个都还有互相喜欢对方这样子，很奇妙。然后我现在就是带着这种有罪的思想面对我男友，对，大概是这样。但是有罪的思想而已吧，你们又没有做其他的事情。对，就只是在那个局。哦。对，是。好的。我觉得很莫名，现在要看之后怎么发展。啊？什么意思？叫看事后什么发展？你有想要发展哦？嗯。哦，你有想要发展啊？你跟你男友在一起多久？快3年。那你觉得这个男友是想要跟他继续走下去的人吗？就是我觉得没有。哦，没有要跟他走继续走下去的意思。但我想，对啊，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分手的任何理由，但是就是我觉得这好像变成一种陪伴吧。哦，光你觉得他没有想要继续跟他走下去，这就是一个分手的理由啦。这好难讲，因为没有吵架，没有什么，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哎。没有激情，或是没有爱的感觉，或是没有好的感觉，这就是一个，对啊，
好，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就算了。那就是 你想要发展，就那就去吧。你其实就是你心里面你都知道你要什么，就是你知道这个人不行了，对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就想要发展看看，然后让这个成为一个你们分手的契机的话 ，Go ahead， 是吧？好、欸，好，但是你要知道、哦，对方他是要结婚的人哦。对，所以对方不太可能因为你的突然出现，然后就悔婚或是完全不结了，就是这个几率会比较小的。所以很有可能是你可能在他身上你找到了过去的爱恋，然后跟他发展出一段关系，但是你是一个第三者的身份，这个也不是一个多开心的事哦。对，所以我是觉得说有确定说他真的不想、嗯，他也不想结婚，他有分手了，那再说。OK，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你的告解，谢谢，拜拜，谢谢，拜拜。我现在又真的觉得我有罪，我刚刚不应该在节目上面讲群组当中有一位中国的听众说他不爱党不爱国，因为可能本来不会有人知道他，可是现在有人听到了节目以后会刻意去加群组去找他，我有罪。一个快速的告解，一分钟之内，0223639955。嗨，你好。嗨，你好。你有罪吗？有，我罪很深的。你的罪是？我罪是一直在认识有夫之妇。哦，怎么认识的？就是有的是网路，有的是朋友介绍，但是就有婚姻了。嘿嘿，那你认识？嗯，跟我交往。嗯嗯。然后我又让他们离婚了。哦哦，那你自己是没有婚姻的，是不是？我没有，我单身。哦，所以你喜欢让有夫之妇离婚，然后你再把人家甩掉，这样子吗？哎、欸，不是，是正常认识才知道他是有先生。哦，一个人又舍不得分开，然后又交往。哈哈哈哈哈。嗯，他们的家不过得不好，然后又离婚。一半也为了我，哈哈哈哈，又走到最后又不能在一起，啊，这很深。好的，感谢你的告解。啊，谢谢，拜拜。来到星期三的周三告解室的时间，0223639955，3:23，你有什么罪、什么错误想要告解跟忏悔，什么埋藏在心底的秘密想要说出来呢？欢迎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或者是听到了别人的秘密之后，你好想要加入讨论，想要在群组当中跟人家一起就是感受情绪的波动的话，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马克玛丽 Chat DARMARCY， 在上面呢跟着大家一起哭一起笑，大部分是一起骂人啊。自言假装你还在我身边，趁你后才自觉，眷恋是一种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urmur Show 慢慢说的自导自演。嗨嗨，你好啊。喂，你好。哎，那个，好，你先把你的收音机关掉，谢谢。关了，等一下，我先把。快通过完成。先把关掉。关了。好的，你有罪吗？我有罪。真的。没有啊，我没关掉，我还是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哎。现在听到了，现在关掉了吧？好的，你有什么罪呢？啊，讲到大概21年前。嘿，那个是我当连长，来了一个很负责任的副连长。哈哈哈。然后呢，过了没有多久呢，一部长官找我去了。哈，他跟我讲了一些副连长的事情。不良时期讲了一些副连长怎样？讲了一些副连长的事情跟我讲。然后当时起同性这件事情呢，是在部队算是个禁忌啊。是。然后可能这副连长他的倾向，可能有一点这样，在前一个单位的主管有给他回报这样。后来有一天，副连长跟我讲说：“连长，你觉得爱一个人要不爱这样？”我就跟他说：“不知道哎。”他说：“那可以刻在心里面吗？”我那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也在演电影吗？这是刻在我心里的名字吗？真的，这是真的。他说：“那可以刻在我心里面。”但是我才22岁哦，中尉连长。那时候我在东港服役。在那个屏东的东港。后来过了大概一个月以后，他有一天跟我请假，他说他有事情要去吃喜酒。说好，那你去吧。去了以后没有两天，他车祸。他车祸，然后他就走了，你知道吗？然后家里人来整理他的衣物的时候，才只有他写了一封信的。但是原来他一直很爱他的一个高中同学，结果他那天去吃的喜酒是他高中同学的喜酒。OK， 我觉得我有罪，是当时我应该要替他去跟营部的长官再争取一点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要被调差了，他心里知道这样。然后这件事情放在我心里很久。但是你能够争取些什么呢？我觉得我不应该附和长官所说的话。因为我认定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副连长。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副连长，我觉得我应该在他的工作的表现上要多争取。而不是去附和长官说啊，你认为他同性啊，他跟弟兄们接触过深啊，然后怎么样啊。时任到了我去年才退伍。我在部队当了地区的局长。我深深这件事情给我影响很大。可是我觉得我真的有罪，因为到现在，我对这一事情的处理的方式，我觉得我当时不成熟。不应该。如果我认为他那跟我讲，其实可能这个车祸是他自己造成，因为他是自己撞到电线杆。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有罪，就是这件事情放我心很久。我今天刚好就是去台中去拜他，我每一年都去。对，去他的那个陵墓堂，我每一年都去。这么优秀的一个孩子。我当时如果他再争取一点，不应该附和长官，也许他可能现在搞不好也是个旅长。所以我今天听了你的节目以后，我很感慨，对，我真的要告诫一下，这是我从来真的。但这件事情也是20年了嘛，然后也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我相信在你的长官生涯当中，就是当主官生涯当中，都会有决定性的影响，就会有很多人因为他受惠的，就是因为你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当然了，在这些年我担任主官的路上，我也碰到了很多现在这种事情，非常的我是比较开明的一个状态，我认为他这不是他的错，是天生的，这是上帝他安排他的一个道路，他走这条道，他给了他这条道路，但是现今有很多的长官，他可能觉得这件事情不合逻辑，不合传统，但是我想要讲，如果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很看见这件事情，我们就有罪了，因为我们可能会毁掉了一个优秀的一个人才，是的。所以我常跟我的太太讲这件事情，
他常问我为什么每一年你都去。嗯，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这个孩子。嗯嗯嗯嗯，他来的时候在我脸上只有20岁。嗯，只有20岁。嗯，长大我心里很疼。每一年我都说你长大，今年我去你，我也跟他说又老了一岁，又老了一岁。嗯嗯嗯，只是这孩子可惜了。好的，可惜了。马上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赎罪，谢谢你为我这件事情把这个故事告诉全世界。对，谢谢你，拜拜，谢谢，拜拜。到过去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了下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消失，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在想你的城市，握着飞向天空的钥匙，你只需要想，还有我为你坚持。周三下午3点过后，星期三的告解是压在你心头的秘密，我可以把这个秘密从心上拿下来分享吗？不要再磕上去了。在群组上面有一个告解是说，有一个埋藏35年的罪，他说只要看到海滩球就想到以前隔壁邻居的小孩，隔壁邻居的小孩呢会玩海滩球，然后他就把它刺破让它漏气，因为当时他的父母都在做生意，没有时间陪他，所以他的心里很不平衡，因为隔壁的小朋友有爸妈陪伴，所以他就向海滩球痛下杀手，现在只要看到海滩球就会想起这件事，想到我把邻居孩子的海滩球给放弃了，所以一直觉得有罪，如果可以回到过去的话，我会陪邻居的孩子一起玩的，35年了，这个罪一直挥之不去。都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一点动心，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人最怕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张信哲、刘嘉玲的《有一点动心》，群组当中的告解，我有罪。我最近迷上了养锦鲤啊，鲤鱼的鲤，忍不住一直花钱啊，超过我一个月薪水了。哇！最近都穷到只能吃泡面，求马克骂醒我，
啊，骂这一件事是不会行的，这么简单，我这边说几句话骂一骂就行了，这人生是不是太好过了？没这么简单的，就算呢你自己理智上面知道这样不行，可是你要知道到底为什么你情绪上面这么想，这么爱锦鲤，或者是锦鲤他也不是真爱，他只是你为了要求某一个心中的填补某心中的空洞，你就是想要把一大堆钱砸进去，可能你要找到那个源头才是啊。0223639955，嗨嗨，你好。喂。哎、欸，有点小声，你有醉吗？有。你的醉是？你的生意上门，我已经看了一个月，但我迟迟还没有下单。这如果只是这个罪的话，这个罪很小啊。这个谨慎理财是一个蛮不错的习惯。可是我只是就是想问一下说，因为我很犹豫，因为我现在目前因为疫情的话都是 work from home，然后再加上工作的关系，就是其实很想要改善我表达的能力，可是我就觉得我现在花这个钱我会不会其实用不到，然后再就是会不会就是买的用处也不大啊、哦、会担心没用这一件事情。对，我不敢保证跟你说这个一定有用的啦，这个你买下去觉得超级超级划算的啦等等的。我觉得如果你有这种 concern 的话，你就不要买，这样就不会后悔。对，认真啊，认真跟你讲。对，好，那我决定我要去下单了，谢谢你。为何、啊、没有，因为如果是担心就是钱的问题的话，生意还是有很多其他的资源啊。我们之后网站会架好，会有免费的文章，然后你如果追踪我们的 IG 或是 Facebook 的话，那些讨论跟文章也全部都是免费的，还有你收听 Podcast 也全部都是免费的，所以就是、对啊，就是你不一定一定要花钱的。如果你有 concern、上了课会用不到的话，那有犹豫跟有疑虑就不要去买。所以应该是说我想要买有一个很大的点，是因为有一个是专门是说跟你会有20分钟的一对一的教学、对，因为我其实看了很多的文章，也听了很多 podcast、可是我其实对于我讲话表达能力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所以我其实在看这个就是二十分钟教学，我想说会不会可以针对我的一些表达方式能够客制化的改善、但我现在听你打电话进来讲话，你的表达也没有任何问题啊，你觉得你的表达问题在哪里？我觉得我很难跟人家交朋友，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表达的方式还是怎么样的，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哦，你讲话好严肃、或是哦，你讲话好有距离哦。可是我其实很想要就是跟大家好好交朋友，放松放松，可是好像很难。我现在听起来觉得交朋友没有问题啊，还是你长得很严肃？我长得美丽动人吧？那就好啊！你看美丽动人，然后你看你也是会笑，这没有任何问题啊！我觉得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部分。啊，真的吗？真的，如果只是要交朋友的话，对啊，你现在打电话也听不出什么紧张啊，该笑的地方也笑啊，也轻松啊，也 OK 啊，我觉得都很好啊。哦，好，那这样我就放心了。那就这样，谢谢你，拜拜。好，谢谢，拜拜。我快上极限地，忍不住笑眯眯，上腿劈开下面传来撕裂的声音。运动前请记得做 warm up， 转身甩翻，蹲下去，伸手张腿拉拉筋，开脚昂首都是戏，强喊淋漓 so sexy， 让我去做 in the house， 性感深蹲。起坐 in the house， 性感深蹲 in the house， 痛苦拉筋 in the house， 老婆不在 in the house。Slow a little bit less， make it so what you get， then low and catch your breath， we're going for a thrill， lean back， roll your crack， hold down to the set， that's right， you're doing fine。
do you overtime? One more. 转身摔翻蹲下去。Two more. 伸手张腿拉拉筋。Three more. 开展昂首都是戏。Four more. 强悍淋漓 so sexy. 仰卧起坐 in the house， 性感深蹲 in the house， 痛苦拉筋 in the house。Gentlemen, be careful of your wife.刚刚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告姐啊，说声艺这个东西，就是我会成立一个新的声音教学平台。其实主要是声音，但是因为可能大家对声音的需求，它不是一个这么硬的硬需求，所以可能一开始还是会搭配沟通跟表达。那这个平台呢，预计在六月份的时候会上线，网站也会不断的扩充，现在正在建制当中。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它有免费的文章在社群上面、Instagram 上面、Facebook 上面都有，然后也有免费的 Podcast 可以收听，都欢迎可以订阅，反正这些都是 free 免费的。那如果呢，你有想要再更精进自己的话呢，就是有线上的课程，之后呢有线上的，然后也会有线下的，也会有一对一的 Tutor， 就是像健身教练，像那种家教，就声音教练、表达教练这样子。那如果你自己觉得你有需要的话呢，就很欢迎你可以加入声音的声艺术的艺叫做声艺，希望可以帮助你带来更多声艺。那当然呢，也要提醒，就像很多人都会觉得，哦，我是不是不够好？我是不是为什么我都没有达到一个我想要去的地方？那常常不是你外在的技术跟技巧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可能心里面的某一块那个结没有转开来。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自己很差，然后想要进步的这一件事情。但就像刚刚打电话的这一位，其实不差啊，对啊，那个他的关键应该不是在技巧上面，是应该是内心的某一个小小的原则跟纠结这样子。0223639955，嗨嗨你好。喂，你好马克，我有罪。哼，你有罪是？因为我怕声音被认出来，所以用这样子。好。就是上个礼拜我进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不小心看到我老板在换衣服，因为他的门没有关好啊，然后我要找他，我就悄悄地推开门，把头给探进去，就不小心看到她的勒勒了。我有罪。老板是女生哦。老板是男生。哦，老板是男生。对，他刚好想说应该因为公司没什么人，就换衣服，刚好被我看到他的勒勒，我真的是觉得很拍水。哦，可是男生对于勒勒被看到不会感到拍水啊。因为有罪的是我，因为我有点开心。哦，你喜欢老板啊？因为老板很帅。哇，那很赞啊，那没有什么罪啊，那就是两个人都快乐啊。也是，可是老板已经结婚了。哦，他也没有挡什么之类吧，对不对？我觉得男生被看好像不会挡。应该不会。好的，那我就告解结束，感谢马克。谢谢你，拜拜。拜拜。哇，接到蜡笔小新的电话好开心哦，怎么会这么快乐啊？0223639955，你的告解时间。嗨嗨。打进来吗？是的，是的，你有罪吗？马克你好，我有罪。你的罪是？我的罪是我没有注意到我自己牙齿的健康，所以牙齿、牙龈有一点开始萎缩。然后我就上网看了一下微创手术啊，还有一些牙龈补肉手术的费用，大概是1-5万，可是看起来超级的痛。对对对，感觉就很可怕。对，但最后还是要处理啊，对不对？其实我在几个月前有看牙医，他说其实还好，可是我觉得最近好像又变严重，但又觉得去看牙医他会不会说同样的话，所以就先搁置，又没有看，所以很犹豫到底要不要看。好，对，你可以选择就是几家不一样的诊所，然后听听不同的意见。对啊，
然后牙齿这种事情就是拖着，哎，过来人经验，好，我等一下再继续讲。先感谢您的告解。好，没问题，谢谢马克，第一次打电话很开心。赞哦，拜拜。好，拜拜。好了，我也是一个，因为我拖延重症嘛，所以看牙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不拖呢？拖到爆。从一开始呢，这个蛀牙的这件事情啊，常常一颗小小的蛀牙，最后就会被我搞成要根管治疗，或者呢是整颗牙要拔掉。我就是拖到这么夸张一件事情。好了，那接着下来呢，牙齿拔掉以后就是缺牙嘛，缺牙之后要怎么办呢？我就用一些奇怪的方法，来矫正。啊，结果呢？因为牙实在是缺太多了，所以后面的牙床就会没有牙齿支撑，所以就会有刚刚说那个微缩的问题。那微缩的问题呢，你就会让整口牙都变得更加的摇摇欲坠。反正这花大钱，真的是拖延这个花。我现在全身上下最贵的地方，最贵的东西就在我的口腔。虽然那个哈哈台访问我说什么，我全身上下都是别人送的，但是我的牙齿货真价实，里面大概有。嗯，应该有超过一台国产车的钱哦，在里面。而且还没有做完，未来这一台国产车它还会配备一直在升级当中，这就是不好好看牙的后果，很可怕的呢。像一颗星球，遥远而朦胧，倒映在水中，潮流冲不走，那是用手也抓不起的蜃楼。我是诗人，醉倒在其中，像一座城市，节奏复杂，热闹天。到的地方，我是游子，背井离乡，永远也追不上。你的头发是一条黑色的神秘河流，背对我是难以捉摸。你的眼睛是一本不能拆封的小说，标题耸。沉默着我，你的手是天使温柔在我脸颊停留，不是往下探索变成恶魔。你的身体是一部分带不走的我，你还是要走，在灵魂交换之后。昨天呢，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说到了，他的朋友呢，看到蛤蟆好像开始情绪比较好了，约他吃饭啦。那蛤蟆呢，想一下说，好啊好啊，那就去吃饭。那到达的时候呢，朋友都很热情的欢迎他，让他坐在火炉旁边最好的椅子，然后呢，环绕在他的身边。哦，蛤蟆，见到你实在是太好了，我们都好担心你啊。他们呢拿来了一小杯没有甜味的雪莉酒，让蛤蟆试着慢慢喝。他搞不懂，怎么有人可以用小杯子喝这么久呀？蛤蟆也就问他们说：“那你们都好吗？你们看起来气色都很好，最近大家有发生什么事情吗？我是不是错过很多呢？”然后他们就好好的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事情。好啦，这个午餐呢很简单，很美味。很快的，大家开始随性聊起来。蛤蟆感觉很自在，回复原来的他。听到朋友的故事也笑了起来，他也说了自己的故事。好啦，那这个他的朋友就问说：“那你有没有见到那个老欢呢？”说：“老欢，我们好久没有见到他了。”蛤蟆觉得奇怪啊，他不久前才来找过我啊，奇怪了。所以呢，蛤蟆就把老欢来访的经过，还有他要辞职让老欢接任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讲出来了。那至于他的朋友们听到了这一个消息以后，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就明天再继续喽。
今天最后呢，要送上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库玛酱熊仔，能火。歌声呢，是属于那种不是唱得很好听的那种。What？ 这不是那种给你好好听的，而且是那种给我好好听的。我不是那种你自在的讲的，我的直接走上大的讲的。Don't you say, baby? It's okay, baby. I can take it. 给你追 baby, 没后悔 baby. 是那种健身自拍开合跳的，是那种在健身房妹子找我拍合照的，是那种求神问卜拜神庙的。I deserve, got it out 的。I believe in higher powers, yo.是那种为了洗脑没话说的，是那种帮你清洗脑的技巧没话说的，搞不做几年主流的，做那种为钱留着，不是那种变主流的，我是来个变主流的。不是那种把粉丝当数字的，把观众当成对谈对象，双眼注视着。这首送给莫无沉默 Sylvia， 从无限追的大西亚的喉咙喊的超级亚的。不要你的崇拜，要你的尊敬，不要现实动态，要你的身影。让我迷航，失去我狠心，不要你的护航，我要你的真心。这不是那种给你好好听的，而且是那种给我好好听的。我不是那种你自在的讲的，我的直接走上大的讲的。Don't you say, baby? It's okay, baby. It's okay. It's okay, baby. I'm okay. I just made a hit. 晚上被攻击，失眠。Huh? Then I made another hit. Yeah. I'm out of 功能，修炼，升级再修炼。大数据时代。被比较成绩，被比较年薪，被比较人气，天生神仙偏弱，被取笑嫌弃，差点要忘记。I'm a real MC, I do me, you do you, 你走你的 idol 路，我不是 idol 错，这是我们 idol I show to。不可你不完美，不可你讲昼夜，每个不发文我也只消失两个月。打开 IG， 谢谢你们支持我，但关注哥就好比关注我的私生活。作业大于不可能恢复每个攻击，而一年才学会被误解的勇气。这不叫报复，这叫做原则。我对自己比 Stuzer 再严格。I see the bigger picture， 我身在索尼音乐娱乐，但我知道音乐不只是娱乐。可以被熊仔写进歌词里面 ，Stussy 应该很爽的。3:54，看到的时候我会说，它里面有一首歌唱得真好，不是？里面歌都唱得很好，好不好？我必须帮熊仔说话。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我是欧马克，也欢迎你可以追踪我的 IG、YouTube、Facebook， 还有玛丽的象牙塔，我呢就是欧马克，或是追踪马克说书、马克信箱，声音的艺术的生意上门，还有我们一起的 YouTube 频道叫做上班可以听，也欢迎你上班就一起来听啦。不管呢是YouTube 频道上班可以听马克信箱。还是呢，在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都希望呢可以给你上班的好心情，或者在路上的好心情。好的，跟你说声再见了，午安，拜拜，明天见。